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这星期所要学习的歌曲呢，是歌名叫做《香水有毒》，主唱者叫胡杨林歌手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，我们歌词稍微给大家念一次哈。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。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。关上爱别人的门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小段落，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把我变成世界上最笨的女人。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。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可是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。好，这边注意一下，一拍两拍三拍四拍五拍六拍七拍，这边要记住啊，是七拍，不要抢拍哈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了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擦掉一切陪你睡。啊，这句太有意思了哈。来，再接下去进入我们的另外一页啊。你身。进入我们的下一页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你赐给的自卑。你要的爱太完美，我永远都学不会。好，到我们这个会这边一横一刮胡一，到这边是我们的第一段啊。OK 了哈，我们就先知道第一段唱到哪里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歌词的部分，我们歌词的部分第一段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个步骤呢，老师就把旋律给你带上来，要先注意一下哈。我们就用原调。嗦啦哆哆瑞咪咪瑞哆啦啦哆，嗦啦哆哆哆瑞咪，嗦啦嗦咪咪嗦，咪嗦嗦啦啦哆哆哆啦啦。这句再一次啊。咪嗦嗦啦啦哆哆啦啦嗦啦咪瑞咪，稍微延长。嗦啦咪瑞咪哆瑞瑞哆啦啦咪哆瑞，再一次。啦啦咪哆瑞，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小段落。嗦啦哆哆哆瑞咪瑞哆啦哆。嗦啦哆哆哆瑞咪，嗦啦嗦咪咪嗦，咪嗦啦啦啦哆啦，嗦嗦啦咪瑞咪，瑞瑞哆啦啦瑞啦哆。好，我们现在唱到两个小段落哈，你会发觉它都是处在啊比较偏中低音的位置。啊，这两个小段落都是处在比较中低音的位置，那接下来呢，它就会比较处在中音的位置，就是从这里开始啊，我的这里开始哈。嗦啦啦啦，咪嗦啦嗦，咪的哆哆啦哆嗦咪。咪瑞哆哆哆哆啦嗦，咪瑞哆哆哆哆啦嗦，嗦嗦啦瑞嗦咪，咪啦啦啦啦嗦啦啦嗦。好，这边有七拍的时间，还有七拍的时间哈。好，进入到下一个段落，哎，就拐了，这边就处在比较中高音的位置了。它是从啊中低，然后进入中音阶，然后进入比较高音阶的位置来了哈。
哆哆瑞嗦嗦嗦咪咪哆瑞，西西西西西嗦西哆，拉哆哆拉高八度，拉嗦拉拉嗦拉嗦哆。哆哆哆哆西哆啦瑞咪瑞，哆哆哆哆西哆啦瑞咪瑞。好，那这边准备进入下一个乐啊，下一个乐次了哈。哆瑞哆瑞，跳过去喽。哆瑞嗦嗦嗦咪咪哆瑞，西西西西西嗦哆瑞哆。好，一横一D段的啦哆哆啦嗦啦嗦哆啦啦哆哆，一拍半哆哆哆瑞哆瑞哆瑞啦哆瑞哆瑞哆瑞啦哆瑞哆。好，现在老师带你唱的部分啊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段落啊，因为这篇幅的关系了，老师也就是带你一段的旋律。那你觉得这一段你哪里不是那么熟悉啊？还是还是那一句话，再把它拉回来多听个几次，先熟悉它的旋律之后来再唱歌词的话，哎，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旋律部分，旋律部分。好的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把歌词啊，把它带上来了哦。我们就用原调了啊，我们就用原调了。我曾经爱过索拉多，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。他说我是世上最美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。我为他保留，我为他保留着一份天延长，一份天真。关上爱别人的门，关上爱别人的门。第二小段，我是这个被，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女人。他说的每，他说的每句话，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当，稍微延长，我都当，我都会当真。他说最爱我的唇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好，进入中高音的位置咯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可是有一天，你说了同样的话，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。把别人拥入怀抱，三拍公拍加起来七拍，抱。好，进入中高音的位置哈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。这是平音的哦，那在高八度上去哦。
不该嗅到他。那女生她原唱应该是有一点用到假音啊，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，睡瑞咪，擦掉一切陪你睡，睡。好，那进入下一个篇幅啊，进入下一个篇幅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这个都没有转音的啊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你赐给的慈悲，你要的爱太，也是一样高八度，爱太完美，我永远都学不会，都学不会。好，今天老师带你唱的这样就是我们的一段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段。那可以慢慢的去推敲，慢慢的去揣摩他的每一句每一句。其实这首歌是蛮有女人味道的啦，哈，不管是年轻的啦，或者是我们这些女子啦，我们这些女人呢，有韵味的女人来唱这首歌，真的感觉都很不错。那当然，我们男同学来唱，有男同学他表现诠释的另一个风格啦，唱起来也是不亚于哈我们这些女同学啊。这首歌叫做《香水有毒》。来，继续我们进入下一个篇幅了哦。好，来听一下，我们听一下原主唱的，我们听一下原主唱的哦。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，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关上爱别人的门。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女人，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，可是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擦掉一切陪你睡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你赐给的慈悲，你要的爱太完美，我永远学不会。好 ，OK， 你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的一段，听起来啊，就是很有女人味道的歌曲啊。这首歌《香水有毒》，其他的后面的一段的啦，另外一段或者是半段的，你就是回到教室，老师上课的时候，你再好好的把它学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们原主唱的部分哈。接下来就是准备音乐带让你自己来试试看的哦。哎，先把一段学好，上课的时候
就是如鱼得水了哈。来来，音乐带让你自己练习啊，来跟着走啊，小心注意看。好的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一段的旋律音乐部分，让你自己练习哈。香水我有毒，那哪里不清楚，哪里还不熟的，还是那句话讲一讲，就是那句话，多听多唱，多看个几次啊，很快就可以进入不同的曲风了哈。那这个国语歌曲的比较流行派的国语歌曲，那喜欢的话就把它好好的把它学起来。这个礼拜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哈，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。各位同学，教室见了，下个礼拜见，拜拜了，拜拜。香水有毒，